阿宁，你怎么了？。阿宁，醒醒，沈曼宁！曼宁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曼宁，沈曼宁！张嘴喝下去，大口喝。沈曼宁，快点吐出来，全都吐出来，快点。阿宁，没事了，我在呢。你别走，我去给你拿点东西。
没那么烫了。身上的急性风疹退了吗？要不要喝水？你昨天晚上温度很高。我就是想感谢你。我小的时候芒果过敏，严重的时候呼吸机麻痹，心脏骤停，所以我就是想感谢你。